人工是风向阿姨的环保都是风向对家乡苗栗县后龙镇环保土地整治案开始落实沙皮圆通长期照顾土地同保护环境大大小小的土地环境相关的争议抗争只会有时间都可能到结不过一按到原来风向过恶自家身体不会去好无想到今日早晨就谈过几个事呢有一道是向下整起整夜盘都当盘的对束缚后龙环保的西瓜田都支持台埔庄药房还有亚几年的初期犯困与抗争做作的看到风向才现场热心投入束缚环境同土地运动的结不但是苗栗后龙农感染在认证2008年苗栗县政府我们开判环保科技延期土地证书案本以为到土地同环境争议来抗争保护土地保护空气保护了水资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都应该站出来不管是年轻老的我们都有责任来保护这块土地认真干干干妈奉上不但唱为自家的家乡抗争明年前来同其他无公益的证书同环保事件抗争强烈的苗栗初期犯困与人脉创抗争奉上其实已经同记者表示自己身体抗争有创抗杀人是创创诸多2021年7月21日成功半夜压榨业场珠山天门阁奉上还是到现场支持抗争民众过去在台湾或者是在苗栗的很多土地争议的议题上面都无私的奉献给这块土地那我想今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噩耗传来那我想大家都非常的伤心也非常的难过了奉上认真束缚家乡投入沙皮运动为土地争议同环境保护投入时间同生命一时中农的他可能没想到自己会对脚下的土地感情安全出生早晨奉上的面书传来家属公布奉上过身的消息本当到是乡下大病的朋友做了发文表示不盼得没乡下来动员也会在抗争现场总是马清雄前海上街争议五天下个新闻总之面美丽报道